这个蔡英文的演讲者啊，他是摆明把他自己变成是国家的啊，绿党的吗？他说 ，OK， 就刚才在这里也 stop 掉了哈、啊。就刚才你就会发现到，我刚才讲解释了这么多，你就会发现到我的 cosine。而 sin 除以 cos 乘进去这个 cos 平方的话，我就会得到 sin cos， 就可以跟前面相减啊。但是至于后面这个的话呢，你会看到就会变成 sin 立方除以 cos 啊，反而作用不了，对不对？所以这边呢啊，你这样子稍微的这样子看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到，哎，我后面的这项是没有用的，我不要 sin 平方的这一项了。所以我把它变成二cos 平方减一，对不对？所以在这边呢，我在乘进去的时候啊，我就会发现到，乘进去前面 cos 越减一个，它就会得到二 sin cos。OK， 那后面的这个其实是 tangent 来的吗？啊，负 tangent 乘进去负一就会是等于加 tangent。因为这两个越减掉，所以我就得到 tangent theta， 就等于 right hand side。OK， 再来的时候呢，他会叫你应用，是吗？应用啊，应用上述结果，应用上述结果，他要证明这整块东西。所以我们先这样看了哈，tangent 啊，这个是67啊，67 u 二分之一度一定要写啊，因为我们学了雷电，我们知道啊，如果没有度的话呢，它就不一样的。OK， 然后要证明它等于根号二加一，这个我就不写了。所以我应用上述的结果的话，我就会是等于 sin 二西塔，这个是西塔的话，67.5 是西塔的话，二西塔就要乘二了 ，OK， 所以是135啊 ，OK， 然后再来的就是有一个这个 tangent， 哎，一样的东西来的，对不对？一样的东西，然后 cos 135，OK， 到这里，所以基本上它是可以变成这样子的一个东西。sin 135其实是什么呢？它其实是 sin 45度来的。好，所以如果你可以用那个180度去减它啦什么的哦，然后就即便我不变正负抗上限啊，你会处理到呢，你会发现到它是等于 sin 45度。cos 的话呢，它会等于负 cos 45度。OK， 所以负负得正呢，这里就变假了。OK 啊，然后至于 sin 45度是什么啊？哎，这个我要重查，有原因的。
OK， 所、so、以我四十五 sin 四十五度 cos 四十五度，它都是一样的，一除以根号二。OK， 这个也是一样，它是一除以根号二，在前面。这个要怎样处理？你要把这个 tangent 啊放在一起啊，放在一起。就变成了这个减这个等于这个 OK， 所、so、以在这一边呢、啊、你就要把这个 tangent 抽出来了之后，它就是一减去这个会等于这个啊，最后只是做处理罢了啦哈、哦。这个是要做通分呢、哦，啊，做通分。哎，通分了的时候，它就是根号二减一了，对不对？根号二减一，所以拉过去的时候，拉去对面啊，分母变分子，分子变分母，哦，你就可以越掉那个根号二。但是至于这个呢，根号二减一呢，它就会在分母了。在分母，你就要做这个因式，这个有理化分母 ，OK， 有理化分母啊，你就要乘一个加的，分母乘分子也要乘 ，OK， 你就会发现它分母啊，根号二减一乘根号二加一的话呢，前平方减后，前加后乘减减后，你就会得到前平方减后平方，根号二平方是二减一。二减一就是一来的 ，OK。所以换句话呢，它就是只是剩下这个分子的部分 ，OK。这个就是得这两 ，OK， 一样了，根号二加一，根号二加一 ，OK， 不知道了。OK， 到这里啊，这个是很 popular 的啦 ，cos 四十五度啊 ，sin 四十五度啊 ，tan 四十五啊，不是四十五度，十五度。那十五度基本上是四十五度，四十五度去减三十度，或者六十度去减四十五度，看你喜欢哪一个，不过是一样的东西来的。OK， 所以一样啊，他要你找 cos 平方，那你就先去找 cos。十五度先啊，扫到了之后你自己再加平方啦。所以在这个的话呢，你就要把它想象成是，我是用四十五度减三十度啊。OK， 四十五度去减三十度。OK， 四十五度减三十度，就有 cos cos 减三三了，对不对 ？cos cos。cos，sorry， 这个是度要写 ，cos cos 减的话是它是加加三三 ，OK， 三十四度。OK， 所以你就要，因为这些都是特别角哦，这些都是特别角。你就把它换成你的那个值，那这个是根号二啊，一除以根号二 ，cosine 的话是根号三除二，根号三除二，然后 sine 也是一样，是一除以根号二 ，sine 三十度的话它是二分之一来的。所、okay, 以、so、在这一边呢，你会看到乘进去呢，前面跟后面它分母都是一样，它的分母都是二根号二。啊，至于分子的话呢，一个是根号三，一个是一，所以是根号三加一。所、so、以这一边你当然可以去做那个处理啦，当然，我是知道，因为它要找的是平方，我就直接加平方就好了啊，不要。因为你可能加了平方，自己又要再处理一遍，所以我们不要去浪费那个时间，我们直接先加了平方，之后再看怎样整理。哦，不然的话整理了，
整理了之后平方了又要再整理哈，你去整理两次。所以在这边啊，加平方哈，我们先看分母，分母比较容易。分母的话呢，2 2 4 4再乘根号2的平方就是2 4 2 8，这是分母。分子的话呢就是完全平方了，前根号3的平方就是3，前平方减加两个前乘后就是两个根号3，再加后平方是1。OK， 所以换句话呢，你做出来应该是4了，对不对？4。OK， 然后你可以月减，你可以抽一个2出来月减，对不对？啊，抽了2出来月减，应该就是这里就变2了，这里就变1了，不用写。然后这里约一个2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答案了。好，我不检查了，应该没问题了。OK 啊，所以我们再看一下这一个，有问题啊，有问题的 stop 我一下啊。没有。没有问题的话，我就继续讲啊。林恩 OK 吗？林恩有没有在做啊？有啊有啊 ，OK， 遇到问题可以问啊 ，OK， sin alpha 加 beta 等于一，这个是他给的，然后还有一个是 sin alpha， 哎 ，sorry。cos beta 等于三分之一 ，OK， 然后 alpha 跟 beta 都是锐角，不使用计算机，去求 sin 二 alpha 的值。所以在这一边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一个第一个方程式啊，第一个方程式其实我们可以处理了。有些学生会误解啊，会觉得这里再乘2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啊，不是啊，因为如果我们是 sin 2 alpha， 应该是2 sin cos 都是 alpha 了，这个是 beta 来的。哎，刚才我也是愣了一下，这么简单啊？我在想一下 ，OK， 所以在这边呢是sin cos cosine 啊 ，sin alpha cos beta。加 cos alpha sin beta， OK， so 基本上这个不能用，这个也不能用，基本上不能用。不过不要紧，我们先把这个三分之一给带进去这里，我们就可以找到三分之一加上这一块东西会等于一。所以这块东西会等于三分之二，对不对？你不找他了吗？sin 二，那个等一下。这题好像有问题这样的，这题好像没有别答给我嘞，它应该是sin 2 alpha， 这值好像做不出来，这个我要迟点，这个我再确认一下，这个我迟点再看一下，第六题哈。因为我记得他好像打错还是什么这样子，后面的答案我再去看一下，再对一下他到底是怎样算出来。这个，去好了。去哪里？这里，我再去看一下。这个是最后一个 part 了。这个 part 的第六题，第六题，是算到这个，这个是
刚才的那题应该对，三也对，然后这个是这一边。哎，还有一个根号的吧？那别大要想去掉啊。这别大要想去掉才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啊。哦，因为一个 sin 一个 cos 一个 cos 一个 sin。我再确认一下。哦，我再确认一下，等一下这个。应该这个 skip 一下啊。对，这个再确认一下。所以这个我看一下，可以 highlight 一下。highlight 一下。好，可以放下。刚才那题还有哪一题啊？第一题是吧？啊，第一题。第一题再 highlight 一下。OK， 等一下我再我又必须看。对，好了好了。这个是之前啊，对。OK， 然后我再看一下第七题先。一样啊，你可以看到15度，对不对？15度。所以但是它前面有给你方程式。如果你它没有给你方程式的话，你可以用那个 tangent。45度减 cosine 30度减30度45度减30度你就可以赚到这个15度了 OK 但是因为他给了你这个方程式了 tangent 二分之一 x 会等于什么呢 sine x 一加 cosine x so就这个你应该是要从哪里啊我觉得 right hand side 会比较复杂一点然后你就看到 left hand side 其实是这个二分之一 x 所以很多学生这个啊每次这样子写啊就会混乱的其实如果你把它这个当作是 x 的话呢所以其实你可以是什么你可以偷偷去处理掉你可以把这个换成 x 这个换成 2x啊，这样子你就会做了 ，OK， 所以它但是它是特地的嘛，它特地这样子写，它就弄乱你啊，不要紧，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做。OK， 上了 sin 的话就没有悬念了，二 sin cos 了哦，二 sin cos。啊，这个因为你要把这个一去减掉，所以它要把它变成二 cos 平方。OK， 后面减一。啊，这个减一就会去掉了，对不对？对，减一就会去掉。然后你越减，越减一个二，越减一个 cos， 你觉得剩下 tangent 哦？好 ，sin x 除以 cos x 吧，是剩下 tangent。所以你就想说啊，老师，但是他这样子写哦，然后我可以这样子写，可不可以接受啊？很简单的，你只要把 x 换成二分之一 x 就可以了。好、啊。x 换成二分之一 x， 这个再掉啊，这样子其实就可以了。OK， 所以这个是它的第一个部分的证明。那第二个部分，因为它要找的是 tangent， 15度 ，OK， 然后它要你用它的方程式的话，我们就知道 tangent 15度是多少度除2啊， 30 度除以2、啊、对不对？好。所以老师三十度三十度除以二那用方这个方程式的话呢我就发现到它是 sin 三十咯哦这个 x 在这里除以一加 cos 三十度 OK 所以它要你带这个方程式啊带了这个方程式啊，不难啊，啊 ，sin 三十度就是等于二分之一 ，cos 三十度就是等于根号三除二，根号三除以二 ，OK， 然后通分加起来，通分的话就是二加这个去掉这里，然后二分之一可以约减，对不对？这个二，分子的分母跟分母的分母都可以约减的。所以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是根号，好、哦，根号二加三，
二价跟套三分子一。那在这边呢，我们只要分母出现了这个分母出现了这个根号，我们就要做有理化分母，啊，加的就成减了 ，OK， 因为你乘进来，你就会得到前平方减后平方，二的平方是四，四减根号三的平方是三，四减三就会得到一了，所以换句话呢，你得到的是二减根号三 ，OK， 这个这样子就可以算到了。当然你可以讲说，老师我可以不可以验证一下，你可以去按下计算机等卷15度，它会给你 0.267949， 然后你就再去按这个二减根号三，啊，一模一样的数目出现了，这样就代表也没有错了。OK， 说再来啊，我们再看一下第八题。第八题的这一题，是应该也是证明题吧，sin theta， sin theta， OK， 这个是三倍角公式啦。三倍角公式在理科来讲呢，你可以直接用那个方程式，在文科来讲呢，它会很好人的叫你先去证明那个方程式，然后他才给你用。那在这边的话呢，比较不好人一点的啊，这个是理科的 syllabus， 所以你可以直接用的。再不然的话，你在一张纸再证明一下吧。那我看一下课本有没有写，应该是有了。课本三倍角。有吗？哪一面啊？找到吗？三倍角公式。不过我靠面向会不会可以？我们的方，我记得 cosine 那个了啊。cosine 是我们讲 cos 快三一块三，等于 sin cos 减 sin cos，sin cos 减 sin cos 减三块，这是附件化了，快三等于四块三减三块啊，这样子，所以这个的话呢，没有记错哦，它是跟它倒转。你看，它是跟它倒转，这个放前面，这个放后面，但是这个是 sin 的，这是我靠印象啊，应该没有错了啊，最好是找一下课本，我找一下课本，课本第几页。在这本课本没有哦，在这本课本好像没有。那文科班的那本课本呢，它是没有放作是方程式，它放在习题，就是说例题那边，它有证明给学生看。那在这本没有，在这本没有。我看到类似啊，有，在251页。看一下啊，251页，251页，整个251页，我没有看，我没有写页数，在就是这个两倍角公式那一边的后一页，两倍角公式啊，两倍角公式在这里。的后一页这一边 ，OK， 扩沙
连续扩杀跟插扣，这个两个倒转，哦，两个倒转，啊、哦，没有记错 ，OK， 我、哦、没有记错 ，OK， 所、so、以在这一边呢，你可以抽啊、抽一个 sin 出来，对不对？抽 sin 出来，你就可以越减掉，你就剩下这个了，所、so、以没有分母了咯，可以吗？抽了 sin 出来越减。那这里也是一样啦，抽了 cos 出来越减的话，这个就会变成二次方，这个就会变没有。OK， 三减三就会去掉啊。至于剩下前后面的这个四 cos 啊，四 cos 平方减这个，那你抽一个四出来的话呢 ，cos 平方减 sin 平方就会是我们的 cos。二西塔啊，证明到了，我来一下。OK， 没问题啊。原来这个题目，所以再看一下第九题。OK， 哎，没有睡着啊，你们有跟着啊？有。有睡没有睡？OK， 等一下 ，alpha 除以二等于 cos alpha 一加 cos alpha， 这是一个乘法，就很明显后面的会比较复杂一点。OK。二十加二加，证明这个东西，然后还要找22.5度，22.5度应该就是45度除以二了，所以最重要是要证明到这一块东西先了。OK， so 我们这样看 RHS 啊、哦，从 right hand side 开始看 ，right hand side 是这个，要讲简化。So 我们先做处理，做后面的这个先二 sin cos。OK， 一样的，我刚才之前啊，之前我们就讲 cos 啊，这种情形我要把一减掉去嘛，对不对？所以我就选择二 cos 平方 ，OK 减一，所以这个一就会去掉咯，我们再写了一行，一去掉。二可以约减掉 ，cos 也可以约减掉 ，OK， 然后这个 cos 又可以跟这个 cos 约减掉，所以它其实是剩下这样的一个方程式 ，OK， 然后因为它不是一倍角，它是二分之一角，所以我们又要再做一次的。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手法啊，类似这样子的手法，基本上就是完完整整一模一样的，对不对？完完整整一模一样，只是它的角度是二分之一角度。OK， 然后就会变成这一项咯，就会变成这一项咯，角度是二分之一哦。就会是等于 tangent 二分之一角度 ，OK， 等于两分之一，找到了，没问题啊 ，OK， 那你可以看到它两次的手法是一模一样的哦，所以还要找22.5度，我就可以套用这个公式了。套用公式的话呢，你要注意了哈，比较复杂一点的是，它是 cos 两倍角，两倍角是45度 ，OK， 一加 cos 45度，然后再乘什么呢？再乘它，四倍角，但是这里是 sin 的。啊，这个就是90度了咯，好、哦、90度90度，这里也是90度，
说这些90度啦45度啦都是特别角来的，说 cosine 45度带进去应该是根号1除以根号2、哦、1除以根号2，这个也放过来这个位置，迟点会要再同分的，这样我们再做 sin 90的话呢，sin 90是等于1来的、哦、sin 90等于 1,cosine 90好像是0的、啊、不确认的你就再按下计算器、啊、这个是0，所以这个1除以1呢、啊、后面这个、啊、是不用处理的、啊、基本上是1来的、啊、前面的话呢我们就要做同分了，通分的话呢它就会是根号2加1再分分母的分子，然后根号2可以跟根号2越减，好，然后分母剩下根号2加1，然后我们要做有理化分母，有理化分母这个是减的， OK，分母的话呢就会是等于2根号2平方是2 2减1是1，所以剩下的应该就是根号2减1的，做到了，好，这样子这样子的哦，是整面，可以吗？好，答案是根号2减1，当然你又是一样的，你可以再去按计算机确认一下啊，这个是考试的时候对答案的方法啦，好、啊、根号2 OK 对，一模一样 1.414 减1 0.414 这样子啦、啊、OK可以啊，再来第十题，所以我这样子就基本上是把那个高速E的部分给解决完了啊、哦，还有剩下两题，我等下再去看一下。高速二会复杂很多啊。OK， sin 四次方西塔。加 cosine 四次方，等于一减二 sin 平方西塔 cosine 平方西塔 ，OK， 这样子。所以首先先要证明这个，然后再去看一下。cosine 2西塔证明要等于这个根号2除以3、哦、然后不用计算机，所以在这一边、啊、如果这个、啊、要去算下那个西塔的值、啊、要去算下这个值 OK， 这个情形要怎样呢？诶，这个其实还蛮容易的。OK， 应该是怎样下手啊？你给我想一下，你怎样下手？好像是从3平方加 cosine 平方。哦，有时候你不未必要从左边做到右边，然后右边做到左边，有时候还有另外一招就是这样子的，你从 identity 开始，然后从一个 identity 开始，比如说 sin 平方加 cosine 平方等于 1， 这个是我们的恒等式的方方程式来的嘛，然后我在左是哪平方，右是哪平方， OK， 左是哪平方，又是沿哪平方，所以这个猜出来是不是前平方加两个前乘后，加两个前乘后在哪里，加两个前乘后应该是这个，
对不对？啊，加厚平方，然后 得到什么？得到一了，对不对？然后我再把这个东西拉去右边，我就会得到这个了。所以基本上呢，啊，我这个可以从 identity 开始下手，我就可以得到了。哦，当然，哎，你就会讲说，哎，老师，这样我要怎样从啊这个，我可以不可以从 U 四下手啊？啊，这个就会比较复杂一点的。哦，这一题如果你不是用这个方法，我这个方法你会看到三步就可以做到了。哦，如果你要慢慢去处理的话呢，你就要一个一个去讲。主要是它，因为它是有这个 sin 平方加 cos 平方等于一，然后两边加平方啊得出来的啊，因为我一眼我就辨认得出来啊，这个是这个拉过来它就是完全平方式，所以就比较容易啊比较容易做了，然后用这样子的一个方法。OK， 然后他要讲的是 cos 二西塔 ，cos 二西塔。会等于这个根号二除三，啊，根号二除三，他要找什么？他要找这个 sin 四次方加 cos 四次方的值。OK， 所、so, 以主要是说，啊，我们先写了 sin 四次方。sin 四次方。加 cos 四次方会等于一减二 sin 平方 cos 平方，这是上面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啦。OK， 所以我只要算后面的，我就可以找到了啦。至于后面的要讲啊。后面的要怎样处理啊？嗯，一减 cos 平方。我比较辨认得出来是二三 cos 是等于两，这个什么？二三 cos 的话，我们就是 sin 二西塔。是这么，你上面下面都有那个什么？什么？还没有，先看起来。所以我在这里应该，因为它有平方嘛，它有平方，所以我就要。我不是要有二，我是要有四，所以换句话呢，我要把它变成我再多一步会比较好，啊，我再多一步，我应该是要把它变成四，然后这样我无端端变一个四就不太对吧，对不对？所以我在前面要放一个二分之一，所以主要呢这一个就会得到 sin 平方啊 ，sin 这个 ，OK， 然后在这一边就会要一个二。OK， 这样子。OK， 所、so、以有时候啊，有时候你就这样子哦，到了一般好像哦，我在这边要有 sin， 这边你给我的是 cos， 怎么办？有时候我们可以用这样子一个手法来去换算它。OK， 不要紧，你可以用，因为它是平方啊，它是平方，我要把它变成 cos 的话怎样办啊？我就一减 cos 平方嘛，对不对？所以当然你讲哦很丑啊，我要处理一下，处理一下的话，它是二减这个，然后再加这个，通分，对不对？所以是二减一就会知道一啊，好，这样子 ，OK。所以在这一边呢，我加平方它，加平方的话呢，我应该是，哦，加平方啊，加平方啊，根号二就会变二了，啊，三就会变九了，
九分之二，嗯，九分之二，然后分子通分，九加二是十一，十一 ，sorry 啊，看不太好。OK， 内向相乘为分母啦，九乘九跟二乘起来九二十八，然后十八分之十一，这样子。好，当然你讲，他讲不用计算机啊，这个就是他不给你用的啊，你可以用计算机来确认你的答案，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样子啊，他你就要想，哎，到底如果我用计算机，我会可以怎样做是最快的？我可以从这个 cosine 2西塔这边下手啊，根号二除三，我在哪 add cos。我就找到它的角度了吧，对不对？这个角度就是二西塔的角度，然后我再除二啊，除二，然后这个就是你的那个角度了，然后我把它 store 起来 ，a 啊，我就变成 sin 的四次方，哎，我挂sin 四次方了，它是 sin a 的四次方 ，OK， 加上 cos， 挂弧 cos。